许多人会藉由各种运动器材来锻炼身体，达到减脂增肌的健身目的，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身形。但您可知道吗？事实上哦，运动不一定要使用健身器材，也能练出梦寐以求的人鱼线及马甲线哦。接下来就要带您跟着专业有氧老师的指导，让您透过一些简单易学的动作，也能练出拥有令人羡慕的腹部线条，甚至跟拜拜秀说再见喽。学员们随着节拍，跟着教练一起动起来。2、4、6、7。或是到户外做简单的运动，如今运动健身几乎已经生活化。透过运动健身可以维持曲线管理，但你可知道不使用器材也能练出梦寐以求的马甲线和人鱼线吗？是的，腹部外侧我们说人鱼线的这个练习呢，提起双脚，膝盖保持90度，放在臀部的正上方，就是预备位置。好，所以我们总共有4动，我们再练习一次。第一动，转体；第2动，膝盖打直；第3，膝盖回到弯曲；第4，膝盖来到臀部的正上方。在家跟着老师轻松练出人鱼线和马甲线，但是如果觉得难度太强，可以将双脚改成单脚。除了练出令人羡慕的腹部线条，拜拜秀又该怎么办？往下靠近地板，再推回来到预备位置。上半身解决了，下半身的线条就靠深蹲来解救。先把双脚打开，超过臀部一点，膝盖微弯。好，接着把臀部啊，很像坐椅子的感觉，往后往下推。然后特别注意哦，在过程当中，膝盖一定要对着脚尖，你可以对着你的第2根或是第3根脚趾头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膝盖很稳定，确实都对着第2根或第3根脚趾头，把臀部可以继续往下坐。试试看做到靠近膝盖的高度。不论是练出人鱼线，还是跟拜拜秀说再见，或是让腿部、臀部线条更美，运动前后都应该要注意暖身，再跟着老师练习正确动作，才能让您的曲线更加完美有型。安利新闻陈丽云、林博源台北报道。